好先生，是清新纯净，还是纯厚老练？主播，您是我的徒弟吧？你要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做牛。松手。哪一种味道能让你更快的想到我？我说怎么没见过你？我叫小蔡，你还打过我？哇！哎，你今天回家吗？废话。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，好先生，由你来。